背叛了我。双眼能看穿别人看不清的事物，有时候命运之手也需要推一把。这些足迹很新，但前往相反的方向，一定有人在帮伊利丹。大人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看守者们分成两队，搜查森林，尽可能寻找线索。我们在前方的海岸边汇合。各位姐妹，别忘了，如果找到伊利丹，记得等大家到齐再出手。他太危险了，千万不可单独行动。遵命，大人。剩下的人跟我走。阿莎菲尔达，村子已经被夷平了。我会终结这些尸体残缺不全，你觉得是恶魔做的吗？这里散发着耶利丹的臭味，但那些足迹并不是我所见过的恶魔。各位姐妹，提高警觉，耶利丹不晓得召唤了什么恐怖的东西到他的身边。时候到了，就快结束了，就快结束了。大人，熊怪被森林腐化影响了，他们已经迷失本性，只剩下毫无理性的愤怒。因为燃烧军团入侵，熊怪部族遭受很大的痛苦，他们已经没救了。我等不及了，跟我想的一样，这个种族已经疯了，全部杀光。这大地仍受燃烧军团的腐化影响，
有埋伏，萨特来袭，把这些残暴的生物打回去。伊利丹派你们这些肮脏的萨特来阻碍我们，他一定是走投无路了。时候到了，尹哥大人，幸好我们找到你了，快回报。我的队伍被嗜血的枭兽攻击了，应该是被路过的耶利丹逼疯的，这只枭兽不知道还会伤害多少无辜生命。我们不能袖手旁观，我们必须找到这个生物，然后结束它的生命。时候到了，就快结束，那就是我们在找的生物，给他个痛快，别让他继续痛苦下去。我等不及了。大人，你看，那些一定就是我们在找的生物。讨厌的叶精灵，你们不是那家的对手。那家？过去几个世纪以来，有许多懦弱的种族想找我们麻烦，但没有一个活下来。讨人厌的女人，我们会夺回地表这片大地，让你们这些低劣生物灭绝。有罪必罚。这些可怜的家伙跟其他人一样遭到毒手，伊利丹必须为此负责。等我追上伊利丹，我要让他后悔当初为何不留在牢中。不过这些残骸，他们为什么要毁掉船舰？我不知道。等等，他可能逃到海上了。各位姐妹，动作快，兰迪斯港就在北边，在那里说不定能找到船只，出海追上伊利丹。就快结束了。感谢耶路恩，尹哥大人，有一群萨特抓走我其他伙伴，那群疯狂的畜生把他们关在附近的树林里。我们会找到他们的。呸！夜精灵看守者，我立刻释放我的战士。嗨！我会终结这场追猎。时候到，我们很靠近了。我可以从风中闻到邪恶的气息。快点闯祸，把这些船全部烧掉，主人不想在背后留下追兵。我不会让伊利丹再次逃脱，快趁船没被烧光之前把那家全部杀掉。亲爱的典狱官，你晚了一步，主人已经航向远方的海岸，不过他有交代我们，为了感谢你常年囚禁他，他要我们好好招待你。放马过来呀，怪物。我等不及了。大人，就算我们找到伊利丹，你认为我们能杀死他吗？目前可以确定，现在伊利丹变得非常强大，他吸收了古尔丹之炉的力量。现在他既不是夜精灵，也不算恶魔，而是更麻烦的生物。大人，为什么那家对我们有这么多恨？我们只能相信有些答案会随着时间揭晓。快，耶利丹已经占尽先机，我们必须趁他还没造成更大的伤害之前把他抓起来。大人，
我们照你的命令往东追踪伊利丹，然后发现地图上没有的奇怪岛屿。我就知道这些岛一定是最近才形成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奈莎，我们身边的这些遗址，我认得这个地方。这里原本是个伟大城市，名为苏拉马尔，在10000年前连同我们的文明沉入海中。怎么可能？你是说这些岛屿不知怎么回事从海底浮上来了？有可能，不过这世界上能把岛屿从海底升起的力量不多。无论如何，只能以后再来找答案了。我们先到内陆设置营地，准备万全之后再继续追捕伊利丹。各位姐妹，我们先在这里建立营地，才有办法继续追捕伊利丹。再见。是兽人，我在他身上闻到恶魔的臭味。陌生人放轻松，我这个老旅人不想跟你或你的族人有什么纠纷。我是德拉克苏尔，当年是暴虐氏族威力强大的术士，现在是氏族仅存的成员。你在这边做什么？抱歉女士，不过骚动不安的鬼魂一直纠缠着我，过去20年来他们日夜不休追着我。如果你帮我摆平他们，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故事。我考虑看看。时候就在那边，那些应该就是老兽人说的鬼魂，他们看起来正在重新经历生前最后一场战役，就跟当时一样嗜血残暴。Ashal Thirdas， 就快结束了。老兽人，这些亡灵不会再来烦你了。陌生人，谢谢你。那么换我讲故事了。大约20年前，伟大的术士古尔丹让岛屿从海底深处浮出水面，他想进去古老遗址取得黑暗泰坦的遗骸。是萨格拉斯，你在说的是燃烧军团的创造者？就是他。当年萨格拉斯被打败后，遗骸被封在海底墓穴里面，古尔丹认为打开墓穴可以获得黑暗泰坦的力量。由于他的骄矜狂妄，害他和我的氏族被疯狂的恶魔大卸八块。我从那之后就在这些岛屿之间流浪，被死去的同伴鬼魂纠缠。德拉克苏尔，你悲惨的故事是很吸引人，只可惜那些鬼魂已经安息了。看看你对这个地方做的好事，你应该要付出更多代价才对。就快结束了。总算找到萨格拉斯之墓了。我最信任的手下呀，你留在这边守住入口。如果那个讨厌的典狱官成功抵达这座岛屿，他一定会追上来。伊利丹，我就知道会在这里找到他。我们必须穿过那家的防线，才能追上他。当年我们把伊利丹锁在地底深处，我打算再来一次。各位姐妹，快一点，我们一定要阻止伊利丹。大人，我有不好的预感，
这里太安静了，感觉像是一步步踏入陷阱。奈莎，我们只能前进。如果伊利丹找到他要的东西，很可能会……等一下，看那边。奇怪了，这是兽人符文，这是古尔丹在20年前初次打开墓穴的时候书写所留下来的。上面写什么？看来他把在墓穴遭遇的事情全部写下来了，这些符文就是那些记录。快点蠢货，分头去把主要通道找出来，我们必须在墓穴守护者醒来之前找到魔眼的密室。胆小鬼，给我快一点。萨格拉斯，接下来我会接收你剩余的力量，让这个悲惨的世界臣服于我。没有人知道古尔丹跟他的爪牙在这邪恶的地方唤醒了什么，我们必须小心。凡人回去吧，谁都不准亵渎萨格拉斯之墓。我听到石块的另一边传来同伴的声音，如果我们摧毁石块，就能跟他们会合，一起追捕伊利丹。我等不及了。我的力量为你所用。发现不死族兽人，古尔丹正带着他们盲目地去送死，但就算这样，他们仍渴望复仇。那个又是古尔丹的符文，真有趣，这是那个故事的后续。没希望又意志软弱的废物大概全部死光了，我只能继续往前走，我应该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来。那个小生萨格拉斯，是你吗？你敢嘲笑我？恶魔，等我拿到你的眼睛，看看最后笑的是谁。他又提到那个神秘的眼睛，究竟是什么呢？那一定是某种物品，我猜具有惊人的恶魔力量才会把古尔丹引过来。奇怪了，这是远古时代艾萨拉女王的雕像，她跟萨格拉斯还有燃烧军团结盟，导致我们一族走向灭亡。不过为什么她身上有尾巴？与其说像我们，她看起来更像那家。那些邪恶的蛇人为什么会来崇拜我们的女王？我不知道，奈莎，不过她的样子让我打了个冷战。摧毁石块障碍，外面的部队才能进来。狩猎开始了，时候到了，结束了。小典狱官，你已经很努力了，你自豪的夜精灵正义在这里可不算数。那家女巫，那你又有多了解我们的正义？为什么不能，亲爱的？那家原本也是夜精灵啊。我们是荣获艾萨拉恩宠的精灵贵族，由于永恒之井爆炸，害我们被放逐到冰冷的海底。怎么可能？我们受到诅咒，身躯变形，等了万年之久，就是为了在这个世界取回应有的地位。有伊利丹大人相助，我们一定能办到。只要我活着，就别想。你的勇气令人钦佩，只不过对你没什么帮助。大人，你看看，又是古尔丹的符文。啊，古尔丹的字迹越来越潦草，这上面说他遭受埋伏，被守护者攻击，我快要死了。
要不是我的仆人丢下我，我早就把那个眼睛拿到手了。然后我诅咒你，萨格拉斯，我不会就这样倒下。我是古尔丹，我可是黑暗的化身，结局不该是像这样。到这里就停了，符文并没有写完。古尔丹在他临终之前想必面临了莫大的恐惧。我们得快点。典狱官影哥，你总算来了，一切如我所料。伊利丹，你这个罪大恶极的逃犯，我要把你送回监牢。少天真了，我吸收了古尔丹之炉的力量之后，也同时承袭了他的记忆，特别是关于这个地方，关于他渴望的黑暗力量。你说的是萨格拉斯的力量，你想把它占为己有。小小典狱官，那股力量不是我能掌握的。不过这个东西，这个萨格拉斯之眼，这里面的力量足以让我消灭这个可悲世界里的所有敌人。讽刺的是，你就是第一个牺牲者。你疯了！你让我关在黑暗中，与世隔绝这么久，能不疯吗？现在，轮到我把你活埋在这里了。必须去警告怒风尊师，他弟弟背叛了我们。以我的能力，应该还有办法逃出去。可是这样，你们恐怕都会葬身此地。大人，快去吧，女神会指引我们接下来的路途。各位姐妹，我绝对不会忘记你们，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，我发誓。我必须在这受诅咒的墓穴沉入海底以前，找到离开的路。伸张了，大人，发生什么事？奈莎跟其他人呢？他们牺牲了。伊利丹取得萨格拉斯之眼，然后使用那个力量把大家活埋在里面。现在他会来解决我们。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了，只能乘船回到卡林多，让怒风尊师知道他弟弟的企图。大人，太迟了，伊利丹的部队来了。我们跑不掉，不过也许可以派人求援。快找信差，叫他必须逃到海岸，出海回卡林多。如果运气够好，怒风尊师会在我们全军覆灭之前赶到。各位姐妹啊，快！警察遇到麻烦了，保护他。To Elisar Serendor。报告，我们发现了一个挖掘场，说不定埋有古代王国遗留下来的东西。仔细搜查挖掘场，把所有东西都带走。影哥大人。幸好我们找到你了，希望能找到能帮我们对抗伊利丹跟蛇人的东西。我等不及了，伊鲁恩在上，请保佑他及时找到怒风尊师，不然就没有人可以阻止伊利丹了。目前看来，诺达希尔的根恢复得不错，可惜费伍德森林的状况没这么乐观，燃烧军团带来的腐化恐怕会留下永久的伤痕。
你们德鲁伊一定有办法的，也许伊瑟拉或亚历史卓沙可以。请见谅，怒风尊师，祭司泰兰达，这个女孩坚持一定要见到你们。女孩，你是谁？有什么事这么紧急？我是马伊夫影戈典狱官的手下，他目前正在追捕背叛者伊利丹。伊利丹，说清楚一点。尊师，请见谅，但你弟弟已经从海底组织了黑暗大军，还偷走强大的恶魔神器。此刻，大人正在破碎群岛跟他苦战，他迫切需要援军。我马上出发，我会亲自率领哨兵前往。不，无碍，交给我跟德鲁伊。是我放他走的，这全是我的责任。那我们一起过去。如果这个女孩说的是真的，马义夫需要所有助力。各位战士，守住防线，愿女神保佑，怒风尊师一定会来的。我们已经安全靠岸了，但是有些船可能绕到外侧的岛屿了，我不想丢下任何部队，可是我们没时间等下去。我已经派猫头鹰去前面侦查，他们找到马义夫了，他的部队正遭受攻击，不过我们得穿过这片丛林才能到那里。或许我们可以用自然之力加快脚步。我们最好快一点，马义夫的部队可能撑不了多久。这些邪恶的蛇人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但是这些生物看起来有点眼熟。努多尔，如我所料，我们的船只在这里搁浅。我从陈谷带来特别的盟友，他们一定就在这附近。特别的盟友？继续找，你见到他们的时候就会知道了。在那边，那是我们失踪的同伴山岭巨人。伊鲁恩在上，上次看到那种生物是好久以前的事了。燃烧军团来了，我们有很多朋友都从无尽的沉睡中苏醒，这些强大的生物一定能帮助我们。赞美伊鲁恩，怒风尊师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。马义夫，幸好我们及时赶到。泰兰达，我很惊讶，你居然亲自过来，你是来弥补自己的罪恶感吗？我是来这边做该做的事，马义夫，你没有资格评断我。你做的事就是杀掉我的看守者，还释放那个背叛者，你才是应该被关进牢里的人。够了，你们两个，我们的处境还很危险。马义夫，现在这边的情况如何？尊师，这区域没有资源可用，如果要派出更多兵力来突袭伊利丹的基地，就必须先找到金矿。好，那我们出发吧。泰兰达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这里的战斗跟你没关系。伊利丹，我当时不该放了你，我到现在才看清楚，你变成了怪物。伊利丹，蛮横粗暴的力量不是真正的力量，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了你哥哥，没有选择你。我们胜利了，尊师，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们的荣幸。马义夫，离战争结束还早得很，我们还没有制服伊利丹，而且我也找不到泰兰达。别躲了，伊利丹，一切都结束了。还没呢，我的宝贝祭司，可惜你无法了解我到底在做什么。现在你和整个世界即将见识我的强悍。阿斯凯罗，
哥哥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伊利丹，我是来阻止你的。当初不该放逐你，应该趁机把你关回监牢。我当时心太软了，但这一次我不会再犹豫。哥哥，我已经向新的主人宣誓效忠了，在他的带领下，我有远大的目标要完成。抱歉，即使是你们也不能阻止我。亲爱的，别担心，不管伊利丹逃到哪里，我们都会找到他的。我们的部队很快就能出发，不过关于伊利丹的去向，无论怎么想，我们都还是没有头绪。马伊夫，那个地方叫罗德隆，那里是联盟的家园，他们在海加尔山战役帮助过我们。我听说那些人类与精灵组成的王国被不死族的天谴军团破坏殆尽，看来这些森林遭到严重破坏，我必须离开你们一段时间。我会进入森林，直接和大地沟通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们会想办法找出伊利丹的下落。希望你们两个可以先专心处理眼前的问题，等找到我弟弟之后，再去处理彼此的争执。没问题，尊师，我们行动吧。这是联盟的营地，他们没多久前才遭到攻击。殿下，有陌生人，好像不是不死族，但伊许努阿拉，夜精灵，我是凯尔萨斯王子。不得不说，在这里看到你们，我非常惊讶。不管你们为什么来这里，恐怕你们在这块受诅咒的大地上，只找得到黑暗和死亡。伊许努达迪尔，凯尔萨斯，我是马伊夫隐歌。这位是泰兰达雨风，我们是来追捕一个强大的恶魔，他才刚来这里没多久。真奇怪，我不知道有什么恶魔，但的确有东西在骚扰达拉然的不死族，让他们日夜追击我们。我们正打算弃守这里，前往艾瑞法斯河的另一侧避难。那我们可以协助你，年轻的凯尔萨斯。等一下，我们可没时间做这种事。要是你的人民安全的话，你愿意帮我们追捕那个恶魔吗？女士，我非常乐意。不死族在攻击我们，一定要保护好车队。凯尔萨斯，别害怕，我们的山岭巨人要对付这些邪恶生物绰绰有余。山岭巨人的皮肤和石头一样坚硬，可以防御敌人的攻击。我会终结这场追猎。泰兰达，待在这里是浪费时间，我们应该立刻出发去追伊利丹。马伊夫，这些人需要我们，他们的同胞曾经帮我们对抗燃烧军团，如果能帮助他们是我们的荣耀。啊，有佣兵营地，我们可以雇佣他们来帮忙，但是我们得先取得埋藏的黄金，才够支付他们要的报酬。你们把黄金藏起来了？女士，这场仗的局势每况愈下，我们每天都被不死族包围，所以有必要把财产藏起来。这些宝藏就埋在荒野各处。我们会帮你把宝藏带回来。不幸的是，我手边的战士所剩无几，这几个月来天谴军团一直在追杀我们。凯尔萨斯，你的高等精灵族人呢？他们没有和你一起对抗不死族吗？天谴军团毁灭了我们在奎尔萨拉斯的古老家园，我们引以为傲的血脉几乎要灭亡了。为了纪念死去的族人，我们这些幸存的人自称为血精灵。凯尔萨斯，我为你的人民哀悼，但是你不能任由愤怒和失望的情绪左右，你还得带领你的族人走向光明的前程。是汉敌人。朋友，现在我们面临艰难的选择。有一条捷径通往目的地，可是离不死族的营地很近，我们得冒很大的风险。另一条路比较安全，但是要花很多时间渡河。不管是哪一条都很危险，
我们得快点做出决定，马上出发。我们的战士和敌人开打了。啊，看到坟墓村了，艾瑞法斯河就在前面了。感觉不太对劲。没错，我们是不是该让车队继续前进？该死，又埋伏，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车队。他们简直无穷无尽。是看敌人开打了。敌人源源不绝。我们挡住了他们，但是第二波攻势逼近了。我们没有时间了，车队挡不住下一波突袭。凯尔萨斯，带你的车队过河，我留下来守住桥梁。祭司，这么做非常高尚，可是你挡不了那么多敌人的。典狱官，女神会守护我，伊鲁恩会赐我力量。敌人的攻势，愿女神慈悲。我们得赶快去救他，那道水流会把他带到不死族地盘的中心。不，凯尔萨斯，泰兰达是个战士，他知道这样有多大的风险。我们现在有更重要的任务必须完成，而且我们没什么时间了。你的人民安全了，现在换你实现约定，帮我们找出恶魔的下落。这片森林和尘谷一样饱受摧残，天谴军团的瘟疫杀死了成千上万棵树木。要是德鲁伊在这里的话，这片大地已经四分五裂，我无法忍受这份痛苦。古代的森林之灵啊，听我的恳求，让我看到隐藏的事物，告诉我是什么在破坏这片大地。我看到了，北列境的严寒之地，世界之极，这片土地正在四分五裂。这怎么可能？是什么东西导致这场浩劫？果然有用，没有东西能抵挡魔眼之力。不久之后，主人的敌人会全部被消灭，我也能获得我应得的奖赏。谢谢你们，伟大的众灵，我现在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向你们保证，一定会制裁这种背叛的行为。马伊夫，我们得快点出发了。伊利丹正使用某种法术，让世界之极四分五裂。我们必须……等一下，泰兰达去哪了？很抱歉，尊师，祭司阵亡了。我们帮一群联盟的战士对抗不死族，祭司英勇作战，但是我亲眼看到他被撕成碎片。撕成碎片，我心爱的泰兰达，我应该待在你身边的。尊师，你还是可以帮他报仇，我们一起攻击伊利丹吧。
我们是因为他才来到这片被人遗忘的大地，就是他害你失去一切。尊师，这位是联盟的凯尔萨斯王子。你好，伟大的德鲁伊，我的斥候回报，这个伊利丹和手下的邪恶蛇人把达拉然的废墟当作基地，他们好像在利用宝石之类的东西进行奇怪的仪式。他们用的一定就是萨格拉斯之眼，但是为什么他们要攻击世界之脊？这不重要，他们不会活到仪式完成的那一刻。这次一定要永远解决伊利丹。不，法术还没完成，还差一点。弟弟，一切都结束了，你邪恶的计划到此为止。伊利丹怒风，因为你伤害了无数的生命，以及破坏这世界的平衡，我在此宣判你的死刑。伊利丹，你害死了太多生命，就算是现在，我也可以感受到你的法术正在撕裂北裂境。这一次把你关起来也没办法弥补你的罪过了。我将会亲手处决他。蠢货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我引导的法术是用来攻击不死族的，他们是我们共同的敌人。我的目的是要毁掉巫妖王在寒冰皇冠的要塞。而且不计任何代价吗？因为你的关系，泰兰达死了。什么？请等一下，怒风大人，祭司可能还活着，他被冲到河的下游，但是要断定他死了，可能还太……凯尔萨斯，闭嘴！你说他被活活撕成碎片？你骗我！尊师，我的首要目标就是抓住背叛者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我知道你一定会去找他，并且因此错失攻击良机。我……你这女人，现在到底谁才是背叛者？我得立刻去找他。相信我，哥哥，虽然你跟我有很多差异，可是你也知道我绝对不会让泰兰达受到任何伤害。我来帮你吧，我的纳迦可以从水路展开搜寻，至少让我帮这个忙。好吧。什么？他做了这么多坏事，你居然还相信这个叛徒？而且……住口！我等一下再来处置你。弟弟，我们走吧。凯尔萨斯王子说，他最后看到泰兰达被冲到这条河里，如果他还活着，纳迦会找到他的。弟弟，他们回来的时候最好带着好消息，每次看到他们都会让我反胃。你到底是从哪里找来这么恶心的生物？相信我，哥哥，你不会想知道的。伊利丹大人，我们已经找到那个失踪的祭司了，他们一群战士正在跟不死族战斗，但是可能撑不了多久。来吧，你们这些没有脑袋的混蛋，来尝尝哨兵的厉害。伊鲁恩的光芒永远不会消退。要救他的话，最好快点。居然是不死族的部队，他们完全无视我们，到底为什么？泰兰达，空中都是他们的飞行部队，最好别派你的飞行部队去对付他们。现在不能指望他们了。伊利丹，你得在这边挡住不死族，阻止他们攻击泰兰达的营地。我会往下游去，然后……不，哥哥，我跟纳迦可以更快赶到他那里，让我去吧。伊利丹，你说的没错，但是相信你得冒很大的风险。哥哥，我用生命发誓，我一定会带他回来。我相信你 ，Andorus Ezio， 弟弟。别害怕，伊利丹大人，我们发现有一条支流被水坝给挡住了。虽然这个水坝有食人妖在看守，但是如果经由那条水路前进，就能早点抵达你朋友的位置。走着瞧吧。
伊利丹，这是你的诡计吗？你是亲自来这里解决我的？不，泰兰达，拜托你相信我，我是来救你的。救我？他们现在在哪里？伊利丹早就应该要把他带回来了。快点，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。你为我冒了这么大的危险，为什么？不管我最后如何，不管我在这个世界上变成什么样子，你都要记得，我永远都关心你，泰兰达。泰兰达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。亲爱的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要是没有伊利丹的帮忙，我可能真的见不到你。哥哥，我们之间有过许多争执。我原本以为会恨你一辈子，不过我自己现在希望一切到此为止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和平共处吧。伊利丹，你为这个世界带来的许多痛苦，我们不会原谅你做的这些事。然而，你救了我亲爱的泰兰达，看在这件事的份上，我今天放你走，但是，要是你再伤害我的同胞，我知道，哥哥，我并不想统治世界，我追求的只有力量，还有魔法。我在这里待太久了，必须马上离开。为了协助你，我背叛了我的新主人，接下来我得步步为营，一旦惹怒他，我会万劫不复。再见了，哥哥。泰兰达，我们应该再也不会见面了。安修法拉纳，蠢蛋，你们难道没有正义感吗？马伊夫，伊利丹已经赎罪了，他不会再伤害。没用的，泰兰达，他的心被复仇给占据，只想追捕伊利丹。我只能祈祷他被恨意冲昏头的时候，不会变成比伊利丹更可怕的人。好了，亲爱的，我们回家吧，我们该好好休息了。